今天是礼拜三的晚上10:18，我们刚刚直播完，因为我们端午连假，大家都在放假，有5天，所以这个礼拜的美豆飞片没有吐出来超速，所以我们就干脆把这5天拿来拍你断食的记录。对，我从这个连假，今天礼拜三，我从现在开始，礼拜三、四、五、六日都不会吃饭，我是不进食的。我现在是断食记录，我开扁，然后我喂你吃粽子哦。我现在要量我的 InBody 给大家看，真的吗？啊、大家可以看哦，那个数据仪表板的部分。我现在要连接 InBody 做机器，不要做哈哈，它很精密。我可以给大家分享，哎、啊，我怎么那么胖？今天是第一天，体重77.2公斤。肌肉量有29公斤，体脂肪重有25.1公斤。我要先立个 flag， 我希望断食第5天的时候，我有70公斤。YouTube 上面很多人都断食去狂瘦，那个瘦的那个倒三角，不要乱指，我是说倒三角哦。对啊，所以我希望我可以瘦一点，不要那么的肥。今天是空腹第二天，要死掉了。别乱说！哎、欸，你脸上怎么有脏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你好屌！哦，昨天77.2嘛，今天变成75.1，掉了2公斤。哎、啊，我的骨骼肌也掉了1公斤哎，28公斤。不过我觉得那是肌肉的水分。然后体脂肪24.6，一定是因为没有做重训，我没有配合重量训练。喝点豆浆不行、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去做一些重量训练，让那个肌肉充足一些。那你现在要不要一起去健身房？好啊。哎呀，第一次2天没吃饭做这个东西，哎呦，虚弱，男生虚掉了。早安，男生。今天是第几天？第3天。我昨天晚上躺着的时候，又肚子一直咕咕叫。哦，肚子饿。没有饿，它只是叫。那就是饿。叫。哈哈，太可怜。来看数据哦。目前体重变74.2，掉了又掉，比昨天又少了0.9公斤。肌肉量提升了0.2，因为昨天有做重训，然后体脂肪减少了0.9。那断食的时候，基本上是个脱水状态，所以刚开始掉的那很多肌肉其实是肌肉状态，所以会叫腹式肌肉状态。哦，所以你现在看起来干干扁扁，是因为你在缺水？真的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怕你把自己瘦得有点老。就等我腹式有力气了，我就会更认真重训。把自己的体态维持在刚认识小美的时候。哦，男生要回来了。好啦，这就是记录第3天。今天的话就去做一些有氧吧。哦，我连假来运动，好累哦，男生。加油，有氧。加油，我们还要再踩30分钟，我们要继续踩脚踏车了。哦，男生扁掉了。你要吃饭的吗？还没。哦。今天是第4天。断食第4天。男生有很明显的精神不足。哪有？精神不济。精神好好。讲话越来越慢了。比昨天少0.4公斤，肌肉又提升了0.2。昨天是28.2，今天是28.4，体脂肪掉了0.7，体脂肪重现在23公斤，体脂肪一直在掉，对，再见的体脂肪，而且最好就是这样子，肌肉量有上升，体脂肪有下降，是最好。所以今天是73.8，我就有点卡住了，我原本以为第4天的时候已经瘦到70了，没有，别幻想，哦，不要在意那个数字，哦，我看起来应该健康。那眉毛让你看起来精神很好。啊，今天的话就
休息就好了。嗯，今天没有要运动了，去泡澡就好了。今天要吃大餐？没有。哦，今天没有要吃大餐。我管你食物啊。今天是休息日。哦，泡澡时间，哇，好烫哦。那我们前两天都有运动，所以今天就休息。对啊。夏天的时候泡热水是不是有点自虐？应该不会啊，哎，人家说泡热水澡也是可以减肥。好烫哦！泡热水澡会减低压力啊，所以你的皮脂醇就会下降，你就会容易瘦。这是有科学根据的，所以我们要多泡澡，泡澡才会瘦。那你的脸要泡吗？当然脸就会瘦了。有哦，会中暑，好热。太热了。而且因为我空腹，所以我泡澡不可以泡太久，不然我会晕倒。对啊，我就要常灌你食物了。我要注意时间。要吃麻辣锅。没有。哦。安男生。安。今天终于要吃饭了。今天是断食第五天。你已经很虚弱了。所以睡得特别晚，你只能用睡眠补充体力了。我决定要吃东西了。决定要吃，因为我看那本书上面说，当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，你觉得不对劲的时候，就要停止了。我们要去吃麦当劳吗？不行。哦。体重从77.2到今天74.1，五天一共掉了3.1公斤，我觉得有点少。这断食五天掉了3.1公斤。体脂肪从25.1掉到23.3，体脂肪掉了快2公斤了。我现在是素食的第一餐，其实我觉得我断食4天，因为我第5天在吃东西，所以严格上来这次是断食4天。可能是因为知道要吃东西，所以我精神特别好。好香啊！那你今天要吃什么？这是我刚刚和小美出去买，我的蔬菜量抓100公克的高丽菜，然后这边是超嫩豆腐，这边是300公克的超嫩豆腐，不会全部煮下去，300公克的超嫩豆腐，那还有什么？香菇，小香菇，小香菇，150克的小香菇，然后50克的牛番茄，它就会变成营养蔬菜汤，它算是火锅，哦，它是火锅，233克的鲑鱼。你要全部一起煮下去？对，我要煮火锅。火锅的话，调味料只加盐，所以它其实是水加盐吧，煮这些东西。我应该会再加一颗蛋。好香啊！这样子我的蛋白质有，蔬菜有，目前就是补这两样。嗯。好的，你看，这就是我。哦，好鱼哦。这就是我今天的营养午餐。鱼餐。这看起来很清淡吧？非常清淡啊。而且它只用盐调味。好。好的。女生快吐了。欢迎。那你先进去吧。哦。这就是我的开始第一餐，好啦，再见，赶快去躲起来，你不要臭死。